甜蜜的即兴有啊，像是还没播，我们下礼拜会播很多动作。通常就是就是导演就会说，哎、欸，那等一下可以有一点什么？我说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然后接下来我就会提出各种要求，然后弟弟通常都是会达成的，使命必达，很棒。我到后面整个反转，因为其实大家都说弟弟是大魔王，但其实我才是大魔王。没错，我是真正的大魔王。你说肢体动作上的大魔王？对，就是甜蜜大魔王。前面大家都觉得弟弟是在主导这些东西的，他计划好，但其实没有，都是。其实我都计划好了，完全没有颠倒，颠倒，而且完全就是我在掌控这一切，哇，全部在我的手掌之中。人家说恋爱有点笨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哥哥果然把弟弟吃得死死的，就连即将在5月23号举办的见面会，会送出什么好康给粉丝们，也把弟弟推出去。